今天娱乐圈传来了新的歌。一边带着弟弟四处寻求帮助，一边艰辛求学。加入赵家班后，小有名气的于月仙更是将救治弟弟作为了生命中的头等大事。可不料现如今弟弟的病治好了，奋斗了一生的于月仙却意外离世，估计最伤心的就是他的弟弟了。其次，于月仙作为赵本山婚姻路上的引路人，赵本山的亲小姨，于月仙的突然离世估计对本山大叔也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最后愿天堂的谢大脚依旧能够活得很好，惦念他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。